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今天是民国106年10月9日，星期一，明天呢就是国庆日了。那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10点到12点播出的《名医Uncle》节目。我们今天呢虽然是国庆连假的第三天，但是我们不休息，我们仍然在这里跟您分享健康的一些点点滴滴。那连续假期，想必您也到很多地方去游玩，说不定也吃了很多的美食，说不定您现在正在要到餐厅的路上，准备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我今天就要跟您谈一个题目，也许您可以听完之后作为等一下选择食物的参考。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谈最近很夯的一个题目，叫做生酮饮食。但是我还想加一个副标，就是生酮饮食。我们来跟过去我们所推荐的均衡饮食来做一下子 PK。 为什么 PK 呢？因为宋医师这个在过去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均衡饮食。那营养界也一直在推行均衡饮食，可是最近在整个市场上面的出版，你会看到生酮饮食的书多得不得了。那我是台北荣总加医科的宋彦仁宋医师，那我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我在加医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看的都是一些慢性病的病人，那有很多是肥胖的。那肥胖的病人其实就很希望知道一些减肥的方法，那我都是推荐所谓的均衡饮食。那我在今年初4月份的时候也写了一本书关于均衡饮食。很有趣的是呢，在过去几个月，生酮饮食的书大概占了排名的大部分的书。那有一次很有趣啊，我看那个博客来的排行榜前5名的书里面有4本是生酮饮食，那其中一本很不好意思刚好就是我的均衡饮食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谈谈生酮饮食跟均衡饮食到底我们先不要讲哪个好，我们到底来看看它的里面的原理是什么。那最近生酮饮食既然这么多，也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吃生酮。那我先来挑战一下，说生酮跟低脂肪这两件的概念是什么。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这些年这段时间讲生酮，应该大概多多少少都知道生酮饮食讲的就是脂肪要很多。那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低脂肪饮食的建议有几个研究的重点啊。那过去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上面好像很多的文献都指出脂肪摄取过量跟心血管疾病有很明确的相关性，吃太多油心脏血管疾病就会发生。那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跟病人也会建议说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啊，所以少油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酸，过去都认为它的危害更大。那饱和脂肪酸是什么？就是讲的动物性脂肪啦，或者是一些植物油被饱和化，就是把它变成氢化，看起来像硬硬的，像奶油，像人造奶油，或者一些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是一个完全人造的东西哈，那它造出来之后它也是一个饱和性的脂肪。重点是说它因为不是自然界存在的东西，细菌没有办法分解它，所以它不太容易腐败。那它也不像是我们的一般的油脂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会淋得到处都是。所以很多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油炸的食物都喜欢放一些反式脂肪，因为它的卖相比较好看啊。那这些个对于低脂肪的建议，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有一个很大的研究上的缺点啊，那就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一直觉得它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些研究大部分来自于北美洲以及欧洲，那这些地区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过度饮食。所以过度饮食跟脂肪摄取这两件事情有的时候被连在一起，那我们就认为说那你不要吃太多。所以我们对于减肥的建议常常都说少吃多动，少吃多动。要少多少才算少呢？我们的建议说每一天至少要负平衡500卡。所谓负平衡是什么意思？就是每天如果你的依照你的体重计算，如果你最少需要某一些热量来维持你的体重，你要比这个热量还要少500卡。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我们一般认为说中等活动度，像我这样子坐办公桌的人，每一公斤的体重我大概需要30大卡的热量来维持我现在的体重。比如说我现在73公斤，我就算70公斤好了，我每一天至少需要吃2100大卡。那我如果是每一天都少500大卡，我就吃1600大卡，我大概一个礼拜可以瘦0.5公斤到1公斤。那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了，我连我基本的需求都不够，你可以想见我身体是什么样的反应，很饥饿，对不对？所以你每天都在饿肚子。那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其实很快就失败了，因为饿得受不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新的减肥的概念，对于饮食的热量限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只算热量，我们比较重视的是营养素。那刚刚谈到低脂饮食的建议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谈低脂饮食。那还有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这些高脂肪摄取对身体有害，胆固醇过高对身体有明显的害处的这些研究，这是一个阴谋论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它都是药厂支持的研究。所以药厂，这药厂就是卖降血脂的药，他为了要卖他的药，当然都支持这一类的研究。那可是我现在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那这个分享完了之后，我相信会对大家的观念有个大的颠覆。那待会儿呢，如果各位觉得听完之后有很多的意见，那也有很多疑问，那欢迎您 call in 啊，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在下一节我们开放 call in 的时候，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题目。那我先来讲这个带有颠覆性主题的这个发现是什么呢？这个发现就是在今年的8月29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做了很长的时间，发表的期刊也是全球顶尖的期刊，我们叫做《赤裸针》，这是英国的一个杂志啊，它是在我们临床医学界大概是排名第一，要不然就是第二。我说第一第二意思就是说，美国跟英国两个国家在这个英语的期刊界呢各推出一个在临床医学非常顶尖的杂志啊。那在英国就叫赤裸针，那在美国就叫新英格兰医学期刊。那我先跟各位报告的呢，就是英国的赤裸针就在一个多月以前8月29号，他发表的地点呢，他先是在欧洲的心脏学大会啊，我们叫 ESC， 在今年8月26号到8月30号在巴塞隆纳举行的。那这个研究是一个加拿大的学者带领的一个非常大的跨国团队。那我先讲这个团队有多大啊？这团队大概包含了23个研究人员，研究的地区横跨18个国家、5大洲，总共纳入的研究人数啊，就是受试者有135,335人，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饮食方面的研究。那年龄层横跨从35岁到70岁，追踪多少时间呢？也就这些人一旦他接受这个研究的合约之后，他要每一天报告他的饮食记录，长达十年，从2003年的1月1号注册进入到这个研究，到2013年的3月31号停止研究。那中间当然有人受不了就逃走了哈，所以我们总共连续追踪的时间平均是7.4年，7.4年也是非常长的时间哈。那追踪这么长的时间，看什么结果呢？就是看他们饮食的内容跟最重要的这个身体状况的结果，我们评估他的总死亡率，评估他的主要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包括心肌梗塞、中风、心脏衰竭以及其他原因的死亡率。那现在跟大家分享结果了哈，这个结果非常有震撼力哈。这个期间这13万多人总共有5796名死亡，当然因为从35岁到70岁有些人是自然就会发生死亡，但是我们其实在意的是他这些死亡里面有多少事件是跟心脏血管有关的。所以主要的心脏血管疾病在这么长的追踪时间里面，这13万多人里面有4784个人发生的主要心脏血管疾病的死亡，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心肌梗塞啦、中风啦、心脏衰竭等等。好，下面是更重要的发现，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概念。
第一个，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跟淀粉的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也就是我们讲的主食类啊，现在我们一般讲的饮食金字塔里面主食类吃太多的，死亡的风险远大于吃的少的。死亡的比率有多少呢？我们叫做风险因素哈，风险值叫做是 1.28， 也就是比吃低碳水化合物、吃比较少淀粉类的人多了 28% 的死亡率。但是有趣的是，这种死亡率跟心脏血管疾病关系不大，这里面很吊诡了，就是说吃淀粉多的人死亡率高，但是死掉的原因不见得是心脏血管疾病，也就是说跟吃低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其实差不多，这颠覆了大家的概念了。第二个，吃脂肪多的却有比较低的死亡率，这个相信也颠覆大家的概念吧。我们大家营养学界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哈，那这其实是这样子，它的油脂的总摄取量多跟少之间的差别其实都还在我们目前的营养学的建议上，也就是说吃正常脂肪摄取量的人比那些极端不吃脂肪的人死亡率反而低，也就是说这些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临床上建议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要吃这个饮食控制，不要完全吃到没有油脂啊！有些人说啊，那我就吃生菜沙拉不加酱，完全都吃水煮的食物，我连肉都是用水煮的，这样的吃法不见得好啊。那这个报告呢，这个研究呢，在这个赤裸真发表的这个研究，很明确的指出来，脂肪不可以吃太少哦，吃太少反而死亡率会高。第二件事情，就发现说，吃动物性的饱和脂肪，以及吃这个不饱和脂肪、植物性的脂肪中间跟死亡率有没有差别呢？很有趣的哈，你如果吃比较多的猪油、牛油或者是植物性的饱和脂肪啊，所谓饱和脂肪就是在常温下通常成为固态一块一块的啊，像椰子油、棕榈油这些都是饱和脂肪，摄取比较多饱和脂肪的死亡率反而比完全不摄取的要低，它的风险值是多少呢？ 0.86，也就是它死亡率更低。如果是摄取比较多植物性的所谓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哈，所谓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当然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我就长话短说，所谓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它的脂肪里面只有一个不饱和的键，会造成它的还是一个油状。那哪一些呢？举个例子，最常见的就是橄榄油、芥花油、苦茶油、油菜籽油、花生油，这些都是所谓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的风险值又更低了，剩下 0.81， 也就是比完全不吃油的人它少了 20%， 将近 20% 的死亡率。那吃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呢，那这里面就我们经常一直在推荐朋友们多多少少要吃一点植物油，吃一点这些所谓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里面包括了我们很需要的所谓的脂肪必需脂肪酸啊，包括哪一些亚麻油酸跟次亚麻油酸，这些学名你先不用觉得困扰了哈。那我先举几个例子，所谓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常用的食用油里面的例子，比如说红花籽油、葡萄籽油、葵花油、大豆油，或者是动物性的鱼油啊，那这些都含有很好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鱼油啦，或者是亚麻籽油，含有所谓的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 的预防更好。那它的这个风险值多少呢？ 0.8， 也就是说它比完全吃低脂食物不吃完全不吃油的人风险值还少了 20%。 所以这几个数据看起来哈，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哈，这个很有趣的发现，这个研究呢是8月29号在英国赤裸真，就在今年一个多月前研究的报告。那这个报告的主要研究是说食物当中两种成分哈，第一个是你碳水化合物的成分跟脂肪的成分跟你死亡率的关系，碳水化合物吃太多的人死亡率比吃低的人多了 28%， 接近30%哦，而完全不吃脂肪的人，就是说吃低脂食物比吃含正常脂肪量的食物，就是你吃一点脂肪，不管你是吃动物性脂肪或植物性脂肪，吃脂肪的人比不吃脂肪的人死亡率要低，低多少呢？平均起来大概低20%左右。这一来一往，各位觉得今天午餐你想要吃什么呢？
你想要吃炒饭、吃面，还是宁可吃一点肉，油稍微正常含量，不要吃烫青菜，或者说我们烫青菜里面可以加一点点橄榄油，所以这边其实就影响到我们很多的食物的选择了哈。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很夯的生酮饮食。刚刚那个报告只是一个影子哈，那个影子就告诉你说，不要害怕脂肪，那也不要太偏爱淀粉，那也不要讲说我们传统的话讲说菜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怎么会饱，或者说按照我们过去的金字塔建议，主食当然要吃最多啊，那主食当然就是面啊饭啊。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生酮饮食，就是从刚刚这个报告来跟大家来延伸谈谈，就是脂肪到底要吃多少，要不要吃到像生酮饮食这样的一个分量，还是我们用均衡饮食的概念就可以。那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科宋彦仁宋医师，那我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今天是106年10月9号星期一，连续假期的第三天，那很可能你就在要去吃午饭的路上了，来跟您谈一谈生酮饮食。那待会儿您去餐厅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组合哈。首先来谈谈什么是生酮饮食。生酮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提那个两个字长都不知道怎么写哈。生是人生的生，产生的生，酮呢是一个有字旁加上一个大同世界的酮，就是会产生酮。那大家问说什么叫做酮啊？酮呢是一个化合物，它呢跟脂肪有关系。那简单的讲，它是在我们人体里面代谢的过程当中本来就会自然产生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脂肪代谢的一个产物。可是平常啊，我们在身体活动的时候，我们正常饮食有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啊糖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来源主要都来自于葡萄糖。葡萄糖进入我们的粒线体代谢之后呢，就会产生很多的 ATP， 这就是我们日常不管你是走路啦、活动啦、讲话啦、大脑思考啦，或者是你的肾脏在排泄这些毒素啦，都需要这些能源。这些 ATP 它的主要能源就是葡萄糖。那我们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这些淀粉很快的就会分解，被我们的体内的酵素分解成为葡萄糖，所以吃完之后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就会上升，我们叫做血糖升高。血糖升高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利用它。可是如果我们吃完饭血糖升高，可是我们却没有做活动，我们就在躺在那边休息啦、看电视啦，做很少的体能的活动，也许脑部有些活动 会利用到葡萄糖，但是这么高的血糖我们立刻就会产生胰岛素要把它降下去。降下去的目的，其实如果你的肌肉正在活动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肌肉里面去，如果你肌肉不活动，它就变成脂肪了。所以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造成血糖的升高，很容易造成肥胖。那如果我们现在完全不吃糖类，或者说你就饥饿啊，以前人就用绝食的方法，饥饿的时候怎么办？身体就没有从外来的葡萄糖的来源，那第一个它就会开始动员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葡萄糖。我们的葡萄糖平常储存在肌肉跟肝糖里面，肌肉跟肝脏里面储存的形式叫做肝糖。但是人体里面的肝糖含量不多，大概就是从50克到300克之间，那看你平常的肌肉量，那多快会用完，大概几分钟就用完了。也就是说你很快的这些肝糖可以立刻动员来利用，所以你假如说需要做短跑，比如说我跑100公尺，大概用到的是你的肝糖。但是你如果开始运动量更大的时候，其实开始就要动员你的其他的机制了哈。那我们身体其他的机制就会把蛋白质、脂肪啊，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储存的蛋白质跟脂肪来分解，分解之后会产生能源，这能源就有两种形式了，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的葡萄糖，我们叫做糖脂新生。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有吃碳水化合物加上我们身体产生的葡萄糖，我们身体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主要都在利用葡萄糖当成能源。可是如果现在你身体从嘴巴里面吃进去的葡萄糖完全没有了，你就必须要动员你身体的这些蛋白质跟油脂来分解成为糖脂新生，但是糖脂新生的速度不够快，那怎么办？我们的油脂脂肪就开始分解成为走另外一条路径，这另外一条路径呢，就是逼着它一定要走
更快的 效率的一个分解路径，这个分解路径就产生了三种化合物。那这三种化合物，先把名字简单念一遍，这是化学名称，就叫做乙烯乙酸丙酮跟贝塔羟基丁酸，这三种呢都称为酮体。酮体产生之后能不能被用作能源呢？可以的，我们身体很有趣，这个能源的产生除了葡萄糖之外，我们身体居然可以用酮体。而且有趣的是啊，我们以前常常讲，哎呀，我中午肚子饿了，低血糖就开始头昏脑胀，因为脑袋里面没有血糖可以用。有趣的是，这些酮体反而它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啊，就是我们血液跟脑袋本来中间是有个屏障的，但是这个屏障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被酮体穿过，所以酮体反而变成一个很好的利用的能源。那我们在讲生酮饮食的时候，我们希望朋友们有问题可以 call in 啊。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生酮饮食该怎么做，它什么时候可以用，它有什么问题，跟均衡饮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待会儿来。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回到九八新闻台 FM98.1 名医 Uncle 的现场，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科宋彦仁宋医师，我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今天跟您谈的是生酮饮食。那我的副标是来 PK 一下均衡饮食。好，那如果您有意见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对于生酮有怀疑的朋友，欢迎您 call in，扣印电话是02-8369-3398。当然您其他的健康议题我们也一并可以在这边帮您做一个讨论啊，02-8369-3398，欢迎您扣印。那刚刚谈到生酮饮食呢，其实产生的酮体是可以被身体利用的，甚至于被脑袋利用，甚至于呢目前我们发现很多的报告说它的利用率更高哈。那在我们继续谈之前呢，我们现在接听一通话，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请说。哎，宋医师好。你好。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您今天讲这个题目太重要了，而且是最近非常这个流行的一个非常热门观念，对，所以在此建议，是因为时间宝贵啊，就别再开放扣音了，是吗？是因为我非常有希望能够听专业的人把这些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好，谢谢。好好好好，那我就来继续来说明这个生酮饮食哈。好，那我谢谢周英先生的建议哈。那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很关心的呢，我就继续讲得更清楚，那我也把步调放快一点啊，让更多的资讯让大家知道。好，首先大家对酮不要害怕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误会跟糖尿病的这个所谓的酮酸中毒会有点搞混哈。那我这样，我现在接听最后一通电话，我们最后一段再来接听比较多的朋友电话。那这一段我先赶快接听王小姐的电话，然后我们就来把生酮饮食跟大家讲清楚一点。王小姐请说。哎，宋医师好。请说。我姓王，今年70几岁。哦，是。我每次吃完那个早上的饭团一定到2个小时以后就手脚发软。嗯，那个时候如果在路上我就要赶快钻进那个赶快去吃最甜的东西，如果身上没有带巧克力的话，不然的话我就手脚发软。您有糖尿病的问题吗？我健康检查饭前血糖从来没有超过100耶。那有可能是你饭后的血糖突然升高，尤其是你只吃淀粉类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血糖急速升高，又在急速的下降。所以我建议你早上不要只吃饭团，加一点点的蛋白质，甚至于加一点点的油脂。一般的来讲，我们在外面买的饭团大概就是一大坨的饭，然后里面几颗油条，那油条也是炸的淀粉。好，那里面虽然有油脂，但是油脂的含量也并不是太多，所以我建议你加点蛋白质，好不好？这个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忙。只要加一颗蛋下去，那当然我现在立刻来跟大家解释吃蛋也没有问题。很多人一讲到蛋就害怕这个胆固醇的问题。我刚刚前面为什么要先讲那个 pure study， 那个 study 那个研究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赤裸针 的研究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脂肪不是那么可怕。你吃的全脂肪包括像这个蛋黄里面的这些含有高脂肪的内容物，包括甚至一些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对于心血管疾病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那甚至于去年2016年的元月份，
美国的农业部跟卫生部也联合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这个也是颠覆我们很多营养学家 的传统的看法，包括我们研究心脏病的人，包括我们做加医科的人，过去我们都建议病人少盐少油少糖多鲜，所以油脂好像是一个要禁止的范例。去年的美国这个饮食建议就把油脂的限制，尤其是胆固醇的限制拿掉了，意思就是说你食物当中的油脂其实影响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的血脂肪最多不超过20%。可是如果你有代谢性疾病的人，也就是你的代谢机器已经出了问题，你的血脂肪升高，饮食的控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饮食并没有影响到这么大，那反而是你生活习惯的整体改善最重要。那我现在继续来讲生酮饮食哈，那回应刚刚周先生的建议，我把这个资讯讲得更清楚一点。所谓生酮饮食呢，就是强迫你的身体利用身体的脂肪来产生酮体。那这个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一个减肥的效果。那什么样的组合叫做生酮饮食？第一个，一定要把你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要降到相当低的程度。那一般的生酮饮食，从最传统的我们叫古典式生酮饮食，它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大概是80%的油脂，那个葡萄蛋白质大概15%，大概小于5%是碳水化合物。那这样讲大家其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啊。我就简单讲，你吃下一颗糖果大概就超过你一天的碳水化合物的需求了所以大概它的这个比例是这样的比例，也就是你大部分的饮食都是油脂的东西。这样的组合当然听起来很可怕，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吃这么多油怎么吃得下去。的确这种古典式的生酮饮食它产生酮体的效果很快，可是大部分人受不了，所以失败率很高。那就开始有一些所谓的修正式的改良式的生酮饮食，就把油脂的比例稍微降一点。降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达到生酮的效果呢？有所谓的4:1的比法，就是我传统的啊，80%是脂肪对不起，我的有点呛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3:1，75%是脂肪。还有呢，就是2:1，大概60%是脂肪。你如果少于50%的脂肪，那就达不到太好的生酮效果。那我先讲一下卫福部啊，我们卫生福利部的均衡饮食的建议，大概脂肪量是多少？卫福部的建议脂肪量大概是30%，绝对不可以超过35%。蛋白质的量大概是10%-15%，而碳水化合物在我们卫福部的建议里面是45%-55%。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卫福部的建议这个饮食是不是最好的均衡饮食？我平常讲，我个人在我过去推行的均衡饮食里面，我叫做全平衡哈。我个人认为这个比例是稍高了哈，也就什么比例稍高？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稍高。其实哈佛大学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大概6年以前，提出了一个新的饮食建议，它叫做哈佛大学健康餐盘。这个健康餐盘的比例呢，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也大幅的下降，大概在50%以下，把这个蛋白质的比例稍微提高，大概15%-20%，油脂的比例大概35%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呢，事实上是比较恰当的，也就是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尤其是建议的是说，尽量摄取的是高纤维的碳水化合物。好，那我赶快来再举几个范例哈，就是外面你看得到、听得到的饮食里面有哪一些可以被归类为生酮饮食？最早期最有名的哈，从1970年代风行很久的叫做阿金式饮食。阿金式饮食强调的呢是吃大量的肉，而且尽量含有很多脂肪的肉，它的碳水化合物也非常的少。它大概一天呢，小于20克。哦，对不起，我刚刚讲5克是错的哈，我再更正一下，我刚刚讲的这个生酮饮食的碳水化合物糖类大概是小于一天小于50克啊，不是5克。那阿金式饮食呢，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小于20克，慢慢可以演进到50克，到了2个月之后可以恢复到大概130克，到了6个月之后可以恢复到190克。这是阿金式饮食，但它吃了很多的肉。那很多人其实吃不下去，它蔬菜量很少。那第二个饮食法叫做南湾饮食，它碳水化合物大概到达28%。
那最近其实还很风险的防弹咖啡，防弹咖啡如果各位看它的食谱的话，它的早餐几乎是完全不吃蛋白质跟蔬菜的，它只喝油脂，也就是你大概用油脂配咖啡，就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也觉得这个吃法很极端了，那他最近还听过这个椰子油生酮饮食法，那还有一个新石器时代饮食法，或者有人说叫原始人饮食法，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生酮的范例。那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组成从真的低于 5% 到大概 10% 之间，如果超过 10% 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量稍微多一点的话，大概生酮的效果就没有了。那前几天我事实上上了一个节目，大家也在谈防弹咖啡，那主持人问我说，那我这防弹咖啡打完的话加一点糖可不可以，因为咖啡比较苦嘛，我说加糖就破功了哈。所以这个是最简单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生酮饮食的组合主张的呢，就是把碳水化合物降到极低极低。那有人说，那我这样饭后吃点这个吃点饭可不可以？那生酮饮食里面是不会有饭的，也不会有面的。所以今天中午如果您正在要去吃饭的路上，您中午想要试一试生酮饮食，那面饭这类东西就不在考虑之列了哈。那当然这些饼啊，这些蛋糕啊，饭后的甜点啊，或者中间你来一杯饮料啊，不管你是果汁啊拉西啊，这些大概都不是在生酮饮食里面可以容许的食物。那如果有容许的话，大概都是在比较少的时候，非常少的量是可以的。所以生酮饮食它有这些效果，那这些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当然大家是把它放在减重，但是在我们还下一段节目进来之前，我要跟大家讲，其实生酮饮食一开始的时候的设计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其实是可以治疗疾病的。这个治疗的疾病呢，主要是对于癫痫，以及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疾病也可以治疗。那待会儿呢，我们回来之后，也许就可以接听一些朋友们的电话，我们来稍微探索一下生酮饮食到底有什么效果。扣音电话是02-8369-3398，我们待会儿回来。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回到九八新闻台 FM98.1 名医 Uncle 的现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台北荣总加医科宋彦仁宋医师，我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呢是生酮饮食。那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三天，您现在大概正要用餐了，那建议您听一下生酮饮食到底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均衡饮食到底又有什么好处，那这两个 PK 的结果是什么。在我接听杨先生电话之前呢，我再讲一次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那我赶快的讲一下生酮饮食跟均衡饮食 PK 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那在2014年美国医师学会的期刊叫 JAMA 有一个比较现在商业上面各种不同的饮食，包括生酮的，包括低脂的，低碳的，低糖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没有差别啊。那这边一讲完大家就知道说，各种饮食法其实只要遵照医师的指示或者遵照他饮食的建议都有效果，重点是它适不适合你，这是我今天要最重要的结论。现在大家跟大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那我来接听一通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请说。喂，宋医师啊，我今年58岁，是，然后呢我这几年就是有做都有做健康检查嘛，然后那个三酸甘油脂都是红字嘛，都是在35到50之间，啊，然后胆固醇在170，那我就一直在想，医生是说，哎，我是问他说血脂肪这么低，但三酸甘油脂这么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嗯哼，他就说我红血球够，啊，人外表看起来又不是营养不良，嗯。哇，啊，这个指数就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啊，那我在想说，我的三酸甘油脂为什么会那么低？跟你吃的东西很有关系。你是不是吃的非常清淡呢？不会呢，因为我肉啦，海鲜啦，就几乎是都有在吃是吗？啊，都有在吃啊？对，很常吃，很喜欢。那我跟你讲，你就是先天的代谢上面，在三酸甘油脂的量就是比较少。我也很低，我跟你一样差不多，我在37而已。可能我淀粉质后来就是吃比较少，就换吃蛮少的。哦，对，你如果淀粉量少哈，水果也吃的少的话，其实三酸甘油脂会少，因为我刚刚讲嘛，血糖如果升高，它如果你不做运动的话，它就跑到脂肪里面去变成三酸甘油脂。啊，那果糖，对，不好意思打。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继续保持这样子的话，不会说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吗？目前的研究的
建议 的结果是说三酸甘油脂太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你看三酸甘油脂的标准是0到150。它不是像胆固醇是这样，是在150到200之间，是正常嘛哈。那你低于150，其实像胆固醇稍微低的话，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荷尔蒙，实际上是需要胆固醇的。它是固醇类的荷尔蒙。可是三酸甘油脂大部分是对于能作为能量储存的一个化合物，它比较少参与到我们的荷尔蒙的代谢，所以稍微低一点没有关系。你看它的标准是0到150。所以稍微低一点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要低到你完全不吃了，所以你正常饮食，假如是这个数字，都是蛋啦、鱼啦、肉啦，那就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只是说大部分现在都是遵循说吃饱饭就去散步，那很好啊，那你健康生活你没有问题就不用担心，这个数字是 OK 的，这样子，对对对，好，谢谢你，好 OK， 好再见。好，我继续来解释这个生酮饮食跟这个平衡饮食，刚刚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这两者如果你都奉行不错啊，你就都继续这样子吃的话，降体重的效果差不多。接下来还有其他问题了，那每个人忍受度如何？那一般来讲，生酮饮食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可是低油脂的饮食也有很多副作用。我先讲生酮饮食，高油脂的饮食大部分的副作用是因为纤维量是太少，所以很容易发生便秘。那也因为刚开始初期的时候酮体大量的产生，我们身体呢就会需要大量的水分来把它排出，所以如果你没有配合大量的饮水，很容易造成脱水，所以一开始的体重有可能是脱水造成的。第二件事情，一旦脱水，你的电解质可能会造成不平衡，就会产生头痛这种问题。第三个，很多人抱怨它的副作用就是口臭还有便秘。好，所以如果你在吃尝试生酮饮食的时候，我建议你同时呢摄取一点点纤维素。另外就是因为植物摄取的太少，蔬菜摄取太少，有一些营养素会不均衡，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改良式生酮饮食，就是蔬菜的量放得很大量，所有的碳水化合物来自于蔬菜，那这个其实是可以相当程度的改变这个生酮饮食的一些副作用。那我再来接听一通刘小姐的电话。刘小姐请说。哎，医生你好。哎，请说。你好，是这样子，因为小朋友有异位性皮肤炎，是，那因为他过敏食物非常多，麦麸，然后这个玉米啊、蛋奶这些都不能碰，所以说我在想说，他生酮饮食的话，对他来讲会不会适合？因为实际上这样我也没办法让他吃外食，别人说都要自己烹调这样子。好，您问生酮饮食对过敏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是。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么多生酮饮食的有效的治疗东西里面，过敏反而是比较少被提起来的。那比较有现在证据比较明确，生酮饮食对于哪一些疾病有帮忙的，其实最明确的就是对于癫痫症。这个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用生酮饮食来治疗癫痫，它的机转到现在其实平常讲科学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说一定是这样或一定是那样。那有几个研究的结果认为，它第一个，它可以让神经传导的稳定度增加，稳定细胞膜，神经细胞膜的那个离子通道。第二个呢，它可以改变神经细胞里面的能量代谢，对它的粒线体的功能可以提升。第三个呢，实际上它实际上可以降低发炎指数，所以从这几个指标来看，它对于癫痫，对于神经性疾病是有这些好处。那目前有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它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有好处。如果要讲过敏有什么好处的话，唯一现在看到的一个报告是它可以产生一些对于起那个青春痘有帮忙。那各位一定会想到说，青春痘的人我们不是常建议他要少吃太油的食物吗？这边反而是有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它这个生酮饮食对于这个痤疮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青春痘，反而是有帮忙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减缓一些发炎指标，加上我们皮肤里面的叫做胰岛素类胰岛素生长激素第一型啊，这个讲有点太学术了啊。基本上就是说，它可以改变我们身体一些荷尔蒙跟我们的发炎指标。那对我们的皮肤有帮忙，可是您的孩子如果是对于像麦麸啊，对于玉米，对于蛋奶过敏的话，其实避开过敏源应该会是比较建议的方法。那生酮饮食未必是需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在这么多的建议里面，对于小孩子吃生酮饮食，我们是不太建议的，除非他有癫痫症。
好，所以在这边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这个消息，我这边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孩子不要轻易尝试生酮饮食，小孩子还是尽量吃均衡饮食。那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跟各位再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用生酮饮食来达到比较好的减重效果，目前的研究报告是发现这样，生酮饮食的确有比较快速的减重效果，可是长期来看它跟均衡饮食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就是把很多饮食的方法，受试者用各种不同的饮食。那我刚刚讲的是2014年美国医师学会啊，叫 JAMA， 它的一个叫做 meta analysis， 也就是一个叫大分析，就是把过去曾经做过的研究统合起来做分析之后看到的结果啊。所以今天在各位吃饭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待会儿您做饮食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重要的报告就是碳水化合物，无论如何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适当的摄取健康的肉品，油脂的量不要完全只吃烫青菜，吃一点油脂对身体是好的，也不要避开鸡蛋，鸡蛋里面 的胆固醇对身体也是好的。那千叮咛万叮咛的还是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如果你觉得不吃饭不会饱的人，我有个朋友就说他没有吃三碗饭不会饱，我就说哎呦，我摇摇头，千万不要吃太多的饭啊！你宁可多吃蔬菜，所以蔬菜脂肪肉类都可以摄取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OK。 那希望您在用餐之前这个有点帮助您做一点好好的抉择。那生酮饮食跟均衡饮食对身体其实都有好处，重点是适不适合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您健康，再见。